我会揭晓你们，你们等我一下。嗯，开始了吗？就这次是你们四个一起旅行啊，然后跟我已经开始了。旅游的那种。嗯，就这样，多长时间？推荐一个好看的点，然后多长？大概聊个十几分钟。OK， 好。罗哥，你有发现我长出来了？你有发现我跟你一样的刘海吗？开始了吗？进入直播了吗？进入了，进入了。哦、我们要等朋友上线，是不是？对，大家赶快进来看直播。但是不是要 take 我们，然后就可以？他先哦，好，然后他就说下一个接手。不是啊，我的意思说写在上面，所以粉丝会看到啊，是不是这样？因为你们现在看在这里，只有你们的粉丝看到。如果都 take 了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粉丝也会看到？如果他在线上的话，就问他。哎，对，我问这个逻辑。对，完全不会。真的哦，没关系，没关系，年轻人会来。我要开始讲话的时候，你们就。有了。可以讲话了吗？有了。好、哦、，Hello， 大家好。有猜到前几天的背影就是我吗？我是。你是？我是自由啦！大家好。这次的这个花甲旅行呢，真的是很好玩。我要来一一揭晓这次跟我一起出来玩的哥哥姐姐还有弟弟哟。首先，噔噔噔噔噔噔噔，嗨，大家玉芳姐，开不开心？今天的打扮真的是太特别了。对，那我们先不要告诉他们，卖关子。我们都是为了你们。对。再来，这一位呢？这个背影听说是花甲有史以来按赞数最快跟留言数冲最高的，我命中率最高，没有人猜错、哦，没有人猜错、哦，就是一看就知道是谁的，这位就是奇特了，噔噔噔噔噔啊，猪皮熊罗哥，嗨，大家好。我就是哦，一年365天，天天戴安全帽的男人。太好认了，当然你们认得我啦，对不对？太好认了。然后另外跟我一起少年搭档的就是，我看不见，噔噔噔噔，毛天，我是肖李罗。有没有？Hello， 我是毛天。耶，我们这是一起很快乐。过了五天，太开心了！丰田好可爱、喔，坐进来，哈哈。丰田，你找到你的 style 了，对啊，我以后都会维持这个。对，他们两个像不像父子？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到时候播出就是我们就是有帮李罗大哥跟丰田找了一个新的亲属关系。好、嗯，希望一切成真。粉精彩，粉好看哦。对呀。而且我们去了好多好玩的地方，对，好玩的行程。我觉得这五天真的秀姐的鬼一样，好快哦，好快哦，一下就过了。但是啊，你怎么不见？你要进来啊？对，四个人可以啊，那可以，可以。方田，你说说看，跟我们相处的感觉是什么？欸，其实我们我是你们都是第一次见面，对啊，第一天是超紧张的，然后今天是最后一天，嗯，我真的很像有一种跟家人一起出去的，嗯、出去玩的感觉。对，我也是。爸爸妈妈，妹妹，我这样子。真的，而且你真的就完全是父子，发心豆腐。真的，父子情深感动呢。而且丰田今天这个头的发型师大有来头哦，他一定要期待播出。对，你要知道他的头的由来哦。没错，我想知道。而且他的表情才厉害，他做了这个头发之后，他的表情100分，真的。我觉得我的个性都变了。比较暴躁，比较凶，很想飙车的，比较凶啊，很像樱木花道，对，樱木花道日文是什么？桜木花道，很多人说桜木花道，樱木花道，悠悠白书啊，暴走族啊，很多，都是你。哎，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说一下这一次旅行里面，每个人都讲一个。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最有趣的景点，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公布景点吗？可以，哦，可以耶。那就丰田先。我当然是石鼓。哎，被你讲走了。哎呀，对不起，我第一个就讲出来了。石鼓。
有的人玩得很开心，有的人就是玩得不开心。就是很精心，很精心。很多很多情绪都在那边。真的。特别是你，特别是你。对对对。也是你，也是你。哎呀，也是我。那罗哥呢？罗哥最喜欢哪一个点？最喜欢哦，我讲印象最深刻的，因为最真实的就是你们在飞来飞去了，也是哦，那个就是看到每个人真正的内心，对，哦，那个很精彩啊，那个东西是骗不了人，就是最真实的东西的，所以哦，大家记得哦，一定要看哦，我们每一集都一定要看哦，随时会有爆点哦，真的。那玉芳姐呢？我其实真的很喜欢。哦，我们去的古溪呢，哦，100多年历史的菜市场，哎，叫集市，真的，就是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对，而且里面卖的东西好千奇百怪哦，就不是一般我们在台北逛菜市场会逛到的，对，真的没看过的，没看过这里的东西真的太厉害了，但是你们一定要注意看，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真的真的那自由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赞美酒店哦，因为呢我觉得我今天就是我们除了自己的行程之外都会不知道彼此的行程，对，然后都是当天揭晓，然后我觉得这是让我那个惊喜度最高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我原本就是今天想说打扮的摇摇逼雷轻轻松松这样，结果没想到最后灰头土脸。哎呦，这一段我完全没参与到，我在外面忙。我跟你讲，我的鞋子里面我真的很后悔，我这一次穿的香奈儿的布鞋来。哇，整双都是沙土哎，沙土沙土沙土，辛苦辛苦，我的错我的错。而且我也很好玩，而且我觉得旅行跟那个罗哥出来旅行很好玩呢。我跟你讲，要不是说我们恐吓他，他一定会连续这几天都是穿白衣白裤白皮鞋。真的 bad boy bad boy， 白皮鞋是他招牌特色哎，真的太有趣了。而且跟李罗大哥一起，我们。根本不需要付钱啊！真的，李罗大哥就是走在路上都有风。哦，来，拿走，真的太厉害，谢。我们会不会是有史以来就是那个零用金剩下最多的？应该是最花不到钱，都没有花钱呢，想花都不让花。真的，而且我们吃了那么多美食，对，然后竟然还没花到什么钱，对，真的是应该肥了一点哦。残残用力把它花一下，没地方花，也没有，对的人太有太热情，太热情，对。而且我就觉得那个罗哥都可以过来选，看你是要选里长啊，立委、议员，是不是？你这一路上是不是很多人叫你出来算？会算。我今天凶他们，今天下午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一去那边一共，哎呦，你来这样，你是被酸中痛啊！吓死我了！哇塞，2048年我们就看你罗哥的咯。哦，不一定命了，不一定卡生哦，卖假的下游啊，敬请期待，敬请期待哦，下次见，是不是？对吗？很快就见了，还可以聊，很快就会见面了。大家告诉大家哦，这一集有我们四个哦，真的很精彩哦。好看，记得要准时锁定《花甲少年去旅行》。拜拜。可是我不会，我不会关。拜拜。关不掉。